他威力不可一世，所向无敌。他曾经胸怀大志，还远征东西。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。新娘，她是人们心中的偶像。有一个东方古老故事，让我来告诉你。有一个中国古代皇帝，太过伟大了不起。他威力不可一世，所向无敌。他曾经胸怀大志，还远征东西。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家。成成成吉思汗，又文明又魄力又智慧，一场英勇。成成成吉思汗，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少女们都想嫁给他呀，都想做他新娘。他是人们心中的偶像。成成成吉思汗，又文明又魄力又智慧，一场英勇。成成成吉思汗，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少女们都想嫁给他呀，都想做他新娘。他是人们心中少鱼标，直接抱上了，不敢抱起来了。这肥渣多好弄，怎么弄出来？豪少鱼标，十六代，给力。